从台南市打造希望家园，是因为着市长坚持的理念。劳工局做工行政团便是将此理念极力的落实，改善弱势家庭居住环境，维持上个基本的生活品质。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好，我们今天做工行政团的列车开到的南化，当然这一件今天由电器之工、油漆之工就可以完整。”我们做工行善团居住环境改善的第203户，那、啊、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的3月3号礼拜五的部分，我们也到学甲、江津、嘉里各现勘了一户，等于三户，我们正在这样的做设计规划，规划完了我们就会进行施工。那、啊、当然在上个礼拜五，就是3月3号到这样现勘，尤其到嘉里的时候，我们嘉里我们的安溪里的陈里长陈雅慧里长，因为这个案是他提供的服务案源，所以他也到现场，结果当时就认养我们这一案要修缮的材料费用，还有刚好现勘晚了，刚好是中午的，他就请这我们现勘的志工伙伴到他的里的办公室讲白骨门，我记得大家好像说你们大家就好像和乐融融这样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好的。那、啊、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学甲一样有一户正在这样的接互相接棒，我们合作来完成的部分。所以我这边代表伟哲市长感谢我们的志工伙伴。那、啊、当然今天更特别，因为我们疫情已经解封，所以我们郭国仁郭理事长大部分如果在交期的时候都会准备这样的一个便餐来给这些志工服务，这服务的志工来用中餐。那今天刚好解封之后第一次他的餐饮车第一次开到了我们的南化，也蛮远的。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南都汽车一样长期来跟我们做结合，我们他到一个厝啊修理后完成后以在站走的助列，今天会带来的相关的电锅，我们相关的瓷器来给这些案主，他马上完了之后，马上晚上可以做梯楼租衣在你暗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响应了韦哲市长的这样一个大水库理论，大概有技能的到第一线来做服务修缮，另外有经费的认养这些小经费小额认养我们的修缮费用，还有我们南都汽车他们本身的员工发起了爱心，成立爱心社，就长期跟我们合作到后面来做助力，所以韦哲市长的大水库理论就是大家有钱出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它合成来关怀我们的弱势伙伴，还是再次代表韦哲市长抱着一颗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这些所有参与做工行善团的每一个成员，大家接近这位有恩台南市有情有听心的城市。今天3月7号台南市油漆工会和电器工会志工团队前往南化区进行修缮服务，崎岖的山路非常狭窄，志工伙伴仍然克服险峻的道路和寒冷的天气，一套纸整装到南化区弱势火灾户修复家园。志工各个精神饱满，互相鼓励团队士气。而台南市餐饮工会志工也在口罩令松绑后嘞，而今仔日首度准备午餐送到偏远南化区送餐慰劳志工伙伴。在劳工局浙江行政团协助之下，目前已由泥水、电器、金属、铝制品、木工工会志工陆续进行施工。今仔日再由油漆甲电器工会志工接力进行墙壁油漆粉刷、美化施工，甲电路配置、卫浴、灯区安装施工。南化区修缮案终于宣告完工，完成第203修缮户。王新基局长在油漆后亮丽如新的墙壁上，最后刺上浙江行政团有情有贴心的厝的图样，象征圆满甲志工伙伴对案家暖心甲祝福。王新基局长表示，感谢今仔日南都汽车善化营业所响应公益捐赠，本案修缮户家电等日常用品。另外，修缮团队家庭志工共有5对夫妻档，
分别由油漆工会吴洪新、刘秀英、施志强、李美莹、钟德道、罗叶秀，以及餐饮工会郭国伦、钱丽如、林佑厚、刘雅慧，大家同心协助弱势。南化区顺利完工，目前也有合家区提亚港正在修缮中。另外，今日三月七三日，浙江行政团队也到合家区三庆里、将军区甲嘉里区等处会勘，在嘉里区勘查消防中道用餐时间。安西里陈雅辉里长也特别准备排骨面，邀请志工伙伴享用。也多处认真修缮材料费用，除了志工伙伴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弱势居住环境，民间也作者个人甲单位团体也响应捐助资源，共同用好心做好事，正能量跨越城乡，支持希望家园。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